到了，还没有人，没人，没人，我们就冲。哎，进来。哇，有人划船呢，有人划船在钓鱼，啊，太酷了吧！啊，看一下，哇，他那个是橡皮艇，不知道有没有动力，好酷啊！好，没人，出去。哦哦，太棒了！录到这一幕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刚刚车速太慢，车速太慢。好，现在在大象山长春路的一个登山步道口，也是一个岔路口。我把手机架在我的胸前。嗯，准备回程，绕一小圈，车子拉直，对准步道口，好上，啊，进小树林，最危险的就是小树林。哇，这个光线照进树林，感觉还不错。好，一层我们就慢慢骑吧。哦，难得有开耶。不过里头有狗啦，有狗呢，我们不要去惹它，但是我们可以骑进门口挑衅它。它这门应该不是电动的吧？看哦，好，进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不要太过分了，毕竟这是人家的湿地。好，这样就到此一游。那这一段的景色也顺便记录一下。不过，他这边都有请人在除草，所以。我也不确定诶，是这样子空空空旷的比较好看，还是草长一点比较好看？算是最后的一个陡上坡，压手把，任命骑。哇，这么漂亮的路，超爽哦！很棒很棒！哇，漂亮哦，超漂亮！好，拜拜。啊，上半部就比较轻松了。啊，偷懒一下。同样的路线。哦，这周末连续骑两天。第二天实在是真的会比较美丽。好，星光大楼，
左转。吴宇森的鸽子来了。慢慢去，准备自由落体。夕阳还刚好是射进眼睛，我是说夕阳啊。往下溜了。一个左转就准备冲了，来了，切，小甩尾，进来看一下。蓄洪池，看看这个夕阳有没有比较美。好，看到芭蕉叶，准备左转。会不会有人钓鱼呢？好，看仔细，没人。走。哇，还是没人呢。今天还是没人。我们再进来看一下。往这边走，有鸽子，哦，吴宇森的鸽子，好，夕阳看起来是这样，哇，蛮高的，一二三，至少有一二三四四层楼高，啊，鸽子飞过去那边，有个很像是人造建物的地方，就是待会会骑鱼过去的一个小公寮，啊。今天的景色大概是这样。今天没有人钓鱼。好，潮，好。车身对准，需要车速的冲。好，出来有位置车速，转大圈，不要有定杆。好，今天的路况又更干了。好，小心，没有人。好，一个沙包抖下，切树根，再来两个沙包，一个两个。好，接着钓鱼的缺口，有个钓鱼，好，小心。好，慢慢下，慢慢下，慢慢下。
车子先放这里。远处也有人在钓鱼。啊，这个夕阳。啊，你不要打扰人家，走吧。啊，来这边再骑。一个上坡，好，一个三方，两个三方，树根，好，上到上，上上上，好，上来之后就顺顺骑回公园了，啊。对，这边会让我骑到爆胎耶，为什么？不知道是不是胎压不足，我们这个是买菜车的原厂胎，跟人家打那个地胎压，我都觉得有点危险。这两天都打什么25、20、17哦，我只敢打30。好，出来就是到公园，公园门是开着的。好，抬车。那门有开，那我们就来是小小的锻炼一下，啊，收个尾。有狗嘞。不太顺，就是有点懒懒的，就不太能骑这个。要把它扶。好了，够了吗？应该还可以再一次吧。被草给割到手，啊！有人在钓鱼，啊！鱼，啊！啊！啊！划船的。划船没有没有，是。刚才阿伯走到这边，他骑进去划船，所以他离他很远。哦，他骑进去划船了、啊。然后他走路走到这边，他走进去那边，然后划船划到这边去。哦，好酷哦！他没有船啊，但是他。你们也是住这边的吗？没有。哦，好厉害啊！私房景点。对啊，真的。嗯，刚好。骑进来看看，真的、哦，对，好，周末愉快，拜拜，拜拜。